5月27号满62岁的生日。来，吴董生日快乐，恭喜恭喜哦！我有看到你最近有很多新造型啊，公司的很棒很高级的车都进来了啊、哦！恭喜哦，祝你一切顺利哈、哦，心情大刚欢喜，大赚钱，生日快乐！今天感谢我们陆海集团何董事长，还有嘉应的董事长张董事长，还有我们 Charlie 总经理来替小弟我办这个生日宴呐、啊！感谢大家，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。谢谢大家嘉裕，还有启辰，还有信鸿启动，关心企业，日进万万亿，看到以后吧。也谢谢乾隆的礼物，老大，1962，哎，1962，我的生日啊，年份呐、啊，感恩呐、啊，谢谢老大，好，我们老弟，今天什么事？5月27号满62岁的生日，来，只有我们吴建明吴董跟我们他老婆吕秀娟想得出来了，拜神明了，还有送人送寿桃寿面的啦，哦，起来起，干温啦，就干温杯了，哦，也祝福妈妈，祝福老丈人，好、哦，还有所有爸爸妈妈们，还有所有带着好朋友，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，盼大吉啊，哦。叶林送的红酒，我们富邦人寿吴经理送的东北大妈酒，来，还有阿姨们送的那个蛋糕，还有我们王豪送的小鸡鸡，还有吴建明董事长送的寿桃寿面，都是纪念。今天加班最晚，今天。